好，来做做题目吧。有一个图上面呢，有一个 1.5 伏特接一个2欧姆，然后呢问我们说电池提供功率是多少，你可以去算电池，如果带电池就只能带 P 等于 IV， 因为它没有电阻，你可以算上面的电阻，就可以什么 V 平方除以 R 也可以了， I 平方乘以 R 也可以了，要带 P 等于 IV 也可以了，好，反正就总提供等于总消耗，看你要怎么做都可以了。啊，因为有 V 有 R 嘛，那个两欧姆的也是，就是也是 1.5 伏特啊。然后呢有 R， 那你就问自己啊，你背的公式里面有 V 有 R 可以怎么求 P 啊 ？V 平方除以 R 嘛，对不对？那就往里面带啊， 1.5 伏特两欧姆啊。要记得那个平方哦 ，V 有平方哦，然后除完 1.125。这个其实说起来是什么？两欧姆的总消耗，可是我讲过了，总消耗等于总提供，所以就变成电池的。啊，你也可以去算两欧姆 1.5 伏特有多少电流，然后通过电流在电池里面带 P 点 IV， 答案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，都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换各位，干电池 1.5 伏特接上个3欧姆，这跟刚才题目基本上完全一样，除了电阻的数字不一样之外，跟刚才完全一样。它多少？它多少瓦特？这基本上跟刚才是一样。它多少？有一个帅哥男吗？这有帅哥女生？王维轩。真帅。王维轩。真帅。你的答案？不知道。发呆。微笑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。李工上，0.7呀。刚刚讲过嘛，跟刚才一样嘛，有 V 有啊，带什么公式 ？V 平方除以 R 嘛，这个其实是那个灯泡的，那就等于电池的嘛。有啊，电池的重量是一样的，没差啊。反正现在投灯泡就没有问题。往里面带啊，1.5伏特3，我讲过不要忘记 V 要平方啊。然后算完了，就0.75，算完就0.75，这是21题。下一个110伏特，现在改成给电流，应该更简单啊，因为公式写起来更简单啊。计算上也更简单啊，他多少瓦呢？多少瓦？现在就一定要找帅哥男，有帅哥男吗？哎、有杨晨宇。好瘦哦。你说140啊、哦？440啊、哦？你说？现在有 V 有 I 啊，那个电流有啊，有就都有啊，有 V 有 I 什么公式？就 P 等于 IV 嘛，对不对 ？IV 的话，这个连平方都不用平方，是不是更简单？直接乘就好了。答案就叫做440。好，公式就这样。先请你把公式给我背清楚。然后找到电流，找到电压，找到电阻，往里面带，答案就出来了。这我已经讲过，这前面讲很多遍，这就是我们简单的练习21跟练习22。